咧，我3岁4岁到啦，即系好细个。咁我已经系觉得自己同普通男仔唔同。其實我係由中四開始就發覺自己有一個即係喜好男性化的打扮啦，因為我嗰陣時就識咗我第一個女朋友咁樣。15、16岁先知道自己係有個問題出現咧，嗰陣時都唔係話好 firm 自己原來係屬於跨性別。其實我由細到大冇覺得自己係一個女仔咯，識得分男定女嘅時候已經覺得自己係一個男仔咯。第一個印象咧就係我小學嗰陣。花了一整個月的零用錢儲起來買了一個粉紅色的筆盒，代替了爸爸媽媽買給我的藍色筆盒。我印象中呢，我很小時候，即有意識來說都是幼稚園的時候，都就覺得我自己是很喜歡跟即女仔玩。咁但係一路以嚟，因為喺中學就係女校啦，而即係年紀嗰陣時亦都比較細，所以一路都唔會話對自己嘅性別感到不安，因為喺嗰陣時學校有即係 Tomboy 都係好正常。其實我係由中四開始就發覺自己有一個即係喜好男性化嘅打扮啦，因為我嗰陣時就識咗我第一個女朋友咁樣。所以佢一路都係好